不是吧？我不是已经转好转满了吗？为什么还会打到他、啊？奇怪，我只下了三种，那就是版面不好喽。那我没办法，我很烦，你又要重来。糟蹋狼的关卡。糟蹋狼关卡再加一，七哦，多少？三七二十一，七康。十八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不用转好转满，消四种腐蚀就好了。消四种腐蚀也是要转好转满。六七 combo， 七 combo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有卡住吗？又给我卡住。蛮屌的，这边先转这个水火木别光暗号，转水火木叠光暗，这边有光暗叠水火木，这边的话呢，我觉得开个这个吧。转光暗叠水火木，各位，又来了，燃烧围城。燃烧围城不怕燃烧，啊，反正等一下会被重置掉嘛。对，我们这边开一个，开个这个吧，腐蚀变强化哈。又来到多重减伤盾了，要啊！这样几种啊？靠腰哦！只消一种会痛吗？好恐怖哦！没事没事，现在都安全，不要那种珠子太少就好了。有时候那种珠子太少，我们减伤不够。这边要把技能洗出来，要把迷豆子洗出来，要把迷豆子洗出来。三回合，三回合，可以，三回合。光暗，干干七十五趴，七十五趴，不行不行，这边要开龙哥，不然摸到他我就死了，没打死他我就死了，要开要开，要开要开，下一关是什么？下一关是点燃 ，OK。没事没事，我开了龙科不会死啊，不会死啊，嘿。好，迷豆子刚好跳起来哈，迷豆子跳起来啊，他是回复力零化点燃盾90%，这边其实可以洗个一回合吧，啊，不过两回合哎、欸，
等一下啊，各位观众，看看清楚啊，把酒杯有金吗？看好清楚，把酒杯有金吗？哇，不用开技能，不用开探自然，不用开，记一下版面，记一下版面，记一下版面。然后再来，这边稍微洗一下技能哈，第二下会死。这边的话开探自然一加探自然变身，刚好无视指定康伯顿，对吧？探自然一，探自然变身，无视指定连击盾嘛，对。然后下一关黑白符石强化无形盾，心境敲这里可以，我们要等右边这一只跳。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先稍微洗一下，两回合持续两回合，其实可以耶，各位，我知道怎么过了。然后第二条血这边哈，诸事技能，其实是不会死啊，他打多少？打七万三，这对的减伤，不知道够不够撑哎，不管，就直接开下去，引爆心，闭嘴，好，持续两回合。小火伤害化石14亿哦，各位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五鼠强化盾都要转到，五鼠都要转到，我看一下，好，再来是克鼠盾回复颠倒，下一关会一批什么蛙哥全部重置齁，所以这边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这个要先开，然后不消火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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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消火珠。小火烛，传出技无效六重伤，
哎、欸，它上面不是写六重吗？怎么只有两重而已？我、哦、还没到，这是第一条血。要洗吗？要洗吗？手消多种减伤盾，要洗吗？哎、欸，其实可以洗吧。我们多消一点，不要转到，我们慢慢洗就。哎呦，靠杯，杯子差点倒掉，可以洗吧？那我们这边。可以洗吧？啊！80%减伤还可以这样子车过去，而且他怎么有回复归零？哦，水雾效果还在。哎，80%减伤这样子回还可以车过去，我也是醉了啊！我真的无眼啊！六重战无20%强化水火光暗盾，手消木伤来吸收。OK， 强化。我们这边开龙科，把木珠滤掉哈。开龙科把木珠滤掉，开龙科把木珠滤掉，然后叠一下。哇，这边要把技能洗出来啊！靠腰嘞，你打69000哎！不要消耗木，不要消耗木。好198。啊、谢谢朦胧夜晚，感谢感谢，闭嘴闭嘴，水火光暗都有，可以。嗯。哎、欸，木柱我不是用掉了吗？等一下啊，缺龙科必杀。先看探自然吧。水火光暗盾。啊、各位观众，我们来到第九关，两回合，手挥木鱼爆狂击，送血送血送，你们手转就过了吧？这什么鬼东西啊？这手转就过了吧？两回合，一回合，可以啊，手转就过了啦，这什么卡、啊？你以为欧拉欧拉？哎、欸，各位观众，可以吧？这个剧本可以吧？敢死队，决战一窝座。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叠水珠嘛，对，下一关这个蛛丝就跳了。叠水珠，叠水珠啊，要小心一点啊！我们不可以大意啊，我们不能大意啊，兄弟们，我们不能大意啊。等一下啊、喔，我想一下啊、喔，嗯，这边要撑四回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首先呢，三回合，两回合，靠腰啊，我知道了啦，啊，打两回合应该没问题，好，没问题，各位观众，这个先开。先挡一回合，先挡一回合，好，吸收，然后再开蛛丝，开这个工具人。
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最后一回合，手转带走。不过可能太多了哈，所以我们这边要做一件事情，直接开这个火星逆消，火星逆消。进入王山，各位观众，先拿到 N 区号，记得私讯粉丝团，玩大聊天室靠呗。我根本没办法输出，被聊天室的那个免费仔拿走了。我看一下啊。这边开个打个两回合，减伤行不行啊？这减伤撑不撑得住啊？各位，为什么有骷髅头？干！炭治郎减伤多少？35%，64720，64720，64720乘0.65，42068，撑得住啊？怎么可能无视减伤？看一季，一 combo 回避，各位观众，看清楚了，看清楚了。第一个技能有没有？我们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呢？为什么要把炭治郎留在这里？为什么要留在这里？就是因为这一招，回避敌人魔族敌人攻击，开起来，开起来之后呢？要变身吗？要变吗？我们一组，我们变身之后一组水一组火两 C 可以吧？对不对？然后再开个这个，然后第二波再开一次炭治郎变身二技就过啦、变身三 C 啊，来啦，拢来啦，拢来啦，拢来啦！拢来啦！怎么死掉了？我还想说要留招给他哎、bug 是不是？是不是因为最后一只追打的关系有 bug， 直接可以直接 A 死，太舒服了。